啊，不然这个给你吃好了啦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带回去。没关系啊，这真的给你吃，真的不要客气，因为我也没办法吃。如果今天店家把你报警抓走，那可以怎么办？哎，你这样讲我很紧张哎。我是洋洋，我们现在后面呢，这个呢是 OPPO 内力中校体验店。那我们刚刚从那个内力火车站走过来，大概5分钟，其实蛮方便。哎，等一下，干嘛？怎么样？小姐，你这是行头式，该不会忘记换衣服出门了吧？太夸张了。我跟你说不是，是因为我今天有非常重要的任务。什么任务？我今天是担任那个 OPPO 的神秘客，所以我要帮大家去体验看看，说 OPPO 体验店的服务是不是真的那么。是不是真的？就算我穿这样这样，然后拿一个早餐进去，店员都会很好的服务。你真的越来越夸张哎！上次在新庄后，我有点逃过一劫。真的？如果今天店家把你报警抓走，那可以怎么办？哎，你这样讲我很紧张哎。好啦，没关系，等一下我会用手机偷偷帮你录影哦。好啊。如果店家爆料你的话，我会提供影片给他看。不是吧？我真的为了这个节目很牺牲哎！大家看完是真的要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吧。有需要什么服务吗？哦，没关系，我自己来就好了。舒服哦。有什么地方可以协助你的吗？因为我等一下想要吃早餐配韩剧，你们这边有 WiFi 吗？哦，我们这边有 WiFi 啦，但是疫情期间不建议在这边用餐啦。啊，真的不能吗？可是因为我肚子很饿哎。建议不要啦，我帮你先连一下 WiFi 好不好？哦，好好好，麻烦你哦。哦，对，然后因为最近疫情期间啊，我就觉得我手机就是很脏，你们那边可以帮我处理一下吗？好啊，我们现在有手机的免费清洁服务，我就帮你做个清洁。这样好啊，好啊，要钱吗？不用，不用，不用，免费的，免费的。那你们是会怎么做啊？先，我们先用酒精把手机表面的脏污先做个清洁，这样子，然后等一下再放进我们这个紫外线杀菌盒。哎，那这个要多久？因为我等一下还要吃早餐配韩剧，大概5分钟啦，可是不还是不建议你用餐啦。啊，对对对，好，不然这个给你吃好了啦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带回去。没关系啊，这真的给你吃，真的不要客气，因为我也没办法吃，这给你吃啊。带回去吃，带回去吃。哦，好吧，好吧。哎，手机这边消毒完成喽，你看一下。哦，哎，还蛮干净的哎，这个机器还蛮厉害的。哎，好啦，不好意思，妈，你在欺骗你了。啊？其实我是 OPPO 的小编，我是 Joy。啊。然后这是我的 partner， 这是洋洋。啊，我是洋洋。我们今天其实是有任务在身的，我们今天是要扮演神秘客。要测试看看说 OPPO 体验店的店员服务是不是一级棒。对啊，我刚刚持续都一直在帮你录影，而且外面还有摄影机哦。那边，嗨。我刚刚真的很怕我被赶出去。对啊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没关系啊，我们有一些客人也是蛮热情，到后来都跟我们变朋友一样。有时候经过可能会买个点心啊，或者饮料过来看。啊，这么好。对对对。那我今天要当这个很 nice 的客人，我的早餐请你吃。没关系啦，没有。你刚刚说你很饿，对不对？啊，你等一下带回去吃。可是我看你也好辛苦，不要饿到了，不要饿到了。没关系啊，给你吃啦。我想请问一下，就是像现在会有很多人跟我一样拿手机来做手机的抗菌清洁服务吗？疫情期间其实还蛮多客人就是有拿手机过来做抗菌清洁的服务，因为其实手机一整天用下来，大家都只有清洁双手，手机其实蛮脏的。真的真的，跟大家小教学，不要只记得消毒你的手，手机清洁是非常重要的哦。而且这里采光非常好哦，店员也很帅。哎，请问手势在？没关系啦，我们都把客人当作朋友，就欢迎大家过来逛逛。我们这里的手机展示非常的齐全，配件也很多。对啊，每个月体验店还有不同的促销方案，有空都可以过来逛逛。而且我觉得这家店其实不只是服务很好，我觉得它的地理位置超赞，就是它从内力车站过来大概5分钟的时间，然后这个附近的商圈超级热闹，我刚刚看到超多感觉很好吃的小吃，大家去吃，大家收工吃。对，那也谢谢你今天没有报警赶我们。没关系啦，就是我们就把你们当作朋友这样子，欢迎大家有经过都可以进来逛逛。哎，不过大家也不要像我一样带食物来野餐哦，我那个是非常夸张的示范啦。那我们今天的任务就算是圆满成功喽，耶！ OK， 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
欧边来插播一则最新优惠，即日起至1月31日，来 OPPO 体验店购买 Reno 6或 Reno 6 Pro， 现场送双蛋嘉年华礼盒，登录再享12个月荧幕意外保障，加6个月延长保护哦。赠品数量有限，送完为止，快来体验店逛逛吧。